第一局我就非常紧张，因为很希望可以拿下这场比赛，然后所以导致自己在发挥的没有那么好，然后好在第二局李阳发挥的依旧强势，然后他一直给我信心，然后后面教练一直给我鼓励，叫我要去跟他们去做对抗，然后好险在第三局的时候自己一个发长球的战术算蛮成功，因为在预赛的时候我看李阳发长球，我想说我也尝试一下，那很开心蛮成功的。今天其实打蛮好的吧，可能在第一局我们失误之后，他其实自己第二局之后稳住自己的心态，然后把他自己该有的强势打出来，所以在二三局之后我们都可以打出我们该有的特色，然后也很感谢各位球迷帮我们支持吧，因为其实现场的加油声真的很大声，非常大声。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第一局打完第二局，其实气势有点降下来，那大家的鼓励就真的是给了我力量，我希望我可以把它顶住，不要就辜负大家的加油声。今天爸爸在台湾跟我们说，他要明天要听到，下次要听到国旗歌，你有没有信心？加油！下一场的对手是中国，对，那这组因为排名也比较高，对，你们觉得说这组接下来这个准备，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先准备好，因为毕竟自己还是要有正常的发挥，才有机会跟对手去做对抗，所以我还是会希望自己，因为有一天的休息时间，所以希望可以先把身体准备好，然后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跟身体状态去跟他们做对抗。当然就希望说把每一颗都打好吧，因为毕竟已经进了决赛，那希望说把我们台湾的精神展现出来，让大家与有荣焉吧。爸爸也专门飞到巴黎来为你加油。当下其实我不知道，我是到结束了之后才知道。我知道他有在巴黎，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票，因为他其实我出场的时候就看你爸，我没有看我爸。那我想我先不能跟你说，对，我想说我不要，因为我通常是不太希望，因为我亲的时候我感觉我压力会更大一点。当然很高兴他在现场，因为其实我拍线都是爸爸拉的，然后就会觉得说有家人支持的力量就真的很好。连续两届闯到金牌战，这么多粉丝来，有没有想要对他们说的话？就很开心可以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。那希望后天我们可以拿出最好的表现。那也希望他们继续为我们加油。大家是会继续力挺林阳。对。